Hello， 今天我们吃冰面包和盒子蛋糕，酸甜草莓盒子。芋泥肉松麻薯盒子，两层芋泥搭配松软的蛋糕胚，再搭配上表层的肉松和麻薯，吃起来咸甜咸甜的，非常的香，一点都不腻。最近超爱这种咸甜口的蛋糕，真是 YYDS， 太香了。现在我们吃缤纷彩虹盒子，这个颜色真好看。该说不说，这个颜色也太治愈了吧。抹茶奥利奥，一口下去，满嘴就是抹茶的清香和奥利奥的甜，奥利奥的甜中和了抹茶的苦，所以吃起蛋糕整体吃起来甜而不腻，非常的香。一口下去，满嘴都是奥利奥，这也太满足了吧。然后我们吃冰面包，先吃这个巧克力的巧克力冰面包，巧克力奶油里面夹的有巧克力脆脆柱，这个是原味的冰面包，吃起来奶香十足，非常的香，奶油入口即化。抹茶冰面包，这个颜色看起来是不是就非常的治愈？抹茶和红豆是最经典的搭配了，一口下去冰冰凉凉的，超级爽。这个是我们草莓口味的冰面包，酸酸甜甜的草莓奶油，吃起来入口即化，酸甜不腻。这个是我们葡萄口味的冰面包，这个是我们芒果口味的，一口下去满嘴都是我们芒果奶油的香气，冰冰凉凉，非常满足。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去吃冒菜。之前你们说让我去吃那种什么曹氏，但是我们这边没有。然后最近我发现我们这边有一个豆花冒菜，我们去尝尝吧。小白菜、金针菇、豆皮、茄、花菜。小油条、蟹排、腊肠，这是肉的，蟹脚、肥牛、肥肠、小猪肉，这个是肉的、素的，分开的。香辣的，红汤是大补汤。要红汤，要香辣的。香辣有微辣、中辣、特辣。要特辣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冒菜，就是我们点的是那个爆辣的。我们这里的主食还有人家这个果汁是免费的。那我们现在开动吧，先吃一个蟹排。我点的爆辣。豆花，
感觉它这个爆辣也不是很辣。我再想想。我看人家说吃冒菜的灵魂是这个泡面，然后我就要了一块泡面。尝尝这个小辣肠。点的爆辣，一点都不辣。这个汁配米饭真的太好吃了。我再去舀一碗米饭。老板可能听到我说这个冒菜不够辣，然后又给我弄了碗辣椒，说这个辣椒特别辣，然后我们试一下，来倒上面。哇，老板太贴心了，我就说我说的声音特别特别小，人家不知道怎么听到了。哎呀，就这样吧。我又盛了一碗米饭，人家这个米饭不要钱，然后是随便续的啊。来一口这个灵魂泡面，辣椒，它这个里面的汤汁，然后泡这个饭巨好吃，绝了。我爱上这个汤泡饭了。吃一个豆花，我们吃的泡面。哦，我可以再来碗米饭。我这个是低级碗米饭，有没有知道的？你说来吃冒菜，然后感觉人家泡饭好吃，喝一杯免费的小果汁。哈哈，然后还剩下这个米饭，我把它放在这里面直接吃了。不要介意，不要介意。你们有没有吃过冒菜盖米饭的？有的话举个爪爪。还有肥肠，
好不好啦？啊，我们观盘行动，拜拜。